节目最后如果能听许福海那个一首歌的话，会更圆满。对，那就是圆圆满满了。是，可惜他最近比较红，不知道愿不愿意。有没有这个机会？今天被唱多几句话。今天要带我的新专辑《金喵哥在寻觅》的 MV 首播，一起来欣赏。还搁在想你，凄凉的暗暝，梦有呾失眠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，今夜想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啦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已无。